台中最豪健，阿肯，你在想问一下这边开多久了？三十几年了。那里面有一个阿姐，他讲，哎，狗狗，我以前哦6岁看你到现在，两种不一样的丢度，哎，他的那个量鱼肉呢已经是 Q 了，然后是鱼丸的那种盘，你看我样子有变小吗？反正就只有小时候回忆了，它是那种放大版本的巨型鱼饼。